由前沃美影城 CEO 创立的 Killing Coffee， 以新潮的外表、古老的思维，在安慧东里华丽登场。整间店的空间颇大，总共有上下两层楼，单看外观就可以知道内部环境非常宽敞，窗户采用一整片透明的玻璃，让阳光自然地洒进来。如此都会风格的咖啡店，店名由来却是富含中国古代神话的意义。 Killing Coffee 取自与麒麟相近的英文音译，当麒麟出没之处必有祥瑞，也是希望这家店的未来能够像名字一样幸运，发展得更加壮大。